Vita， 哎哥，你刚加入咱们团队，不一直想让哥给你个机会吗？一米七，你中不中啊？感谢同哥器重，各位兄弟，我肯定不辜负大家众望。欢迎光临。忙你了。迷彩的还没翻英呢，是晃悠啥的呀？你他娘在里面晃悠啥呢？赶紧下手啊！大哥，咱过来抢人店，你不得跟人老板打个招呼啊？屁招呼！我让你打劫呢！你不是平时总教育我们做人要讲文明、讲礼貌、懂素质吗？爷爷。你这个二货，我告诉你，你赶紧抢！他是不是有精神病啊？精神不好吧？打120。谁有病？你有病！有种打110！打110！咱亲自上马的了。你给我开车，接应，知道吗？溜达啥呢？溜达啥呢？大哥，打不开呀！打不开，打不开是吧？你给我打开，把门打开！过来，给我打开！你过来！大哥，警察来了！阿峰，你先在这等我。你干嘛去啊？别动！哎。管闲事啊！捅死你！小白，走，谢谢啊。大哥，跪下！哥哥，哥哥错了，你还能干点啥？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哥，为什么悲剧老发生在我身上呢？为什么呢？啊，大哥，你滚蛋，滚！大哥，我们还是先撤吧，万一警察过来，我都快气死了。我，哥，你抽烟。呀呀！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哥，放手啊！没事吧？啊，怎么了？我是大哥，别打了，都是兄弟，大哥，别打了，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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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打了！不是故意的，散伙，分道扬镳啊！万一谁没被抓进去，我跟你说，有事儿少联系。没事，别联系。大哥，做人留一线，你以后少见面，听见没有？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你不能走啊！大哥，你不能走、啊！大哥，你不能走啊！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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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来的，在上班时间私自带着会员出去锻炼，出了问题，你承担得起吗？顾客就是上帝。不好意思啊。他是我的教练，我们可以开始锻炼了吗？会员就是上帝，去吧去吧。哎，谢谢你帮我解围啊。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。谢谢我？先锻炼吧，中午我请你吃饭。今天我去医院做了检查，医生说我的气色好多了，病情也有了明显的好转。太棒了，来。以水代酒，庆祝一下。谢谢你。我的病情能有如此大的好转，你应当首功。别开玩笑了，我才带你训练几天呢。虽然没几天，但是效果真的特别好，尤其是你在公园里教我的那个什么东西，我练完之后，我觉得整个人的身心都感觉特别轻松。这就是太极的精髓之处。太极？什么太极啊？就是在公园里面
我教你打的那叫拳法。太极这么神奇呀？哎，不是太极神奇，而是它非常符合我们现代人的养生之道。太极的智慧就在于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，生活中有快，也要有慢，将这动静结合，阴阳平衡，才是我们所追求的养生之道。哇，在太极这块你好博学呀！哎，小芳，以后啊，你多多练习我教你的那套拳法，相信会对你的身体有所帮助。来，来，快开始！拖拉机，出来，出来，大哥回来了。坐坐坐，啥玩意儿？咋的了，大哥？别生气。秘菜，这不是秘菜吗？咋了？不久前在本市发生了一起强奸案，但在热心的市民帮助下，劫匪被当场抓获。后经审讯，证实此劫匪有轻微的弱智和神经病。别念了。哦。一切黑恶势力其实都知道，不让你念。念。锤哥，别念了，童哥生气了。大哥，切，不是他让我学习看报纸来了。别说了，都怪这两个王八蛋，敢说我是纸老虎，我让他知道什么真老虎。弄死他！行了行了，赶紧桌子搬起来，搬。你说老大爷似的，非得叫咱俩上这儿来找他，那秘菜都叫他给撂倒了，叫咱俩来那不是送死吗？是啊，炮哥啊，那咱还是走吧，别去了，免得找死啊。你说的是个球。路慢路，快骑。慢路，好。你小，你小啥呀？啊？先生，不是，那要不行，你不打，我打我呀！这熊孩子没教养，回去我收拾他，我收拾他啊！打扰了。他们什么人呢？坏人。看看去换乘了啊！估计差不多了。童哥，怎么样？基本上搞定了。是，都怪他熊孩子，他笑我。到底办成没办成？他一笑我暴露了。暴露了，暴露了，暴露了！啊！你受不了，受不了我！你瞅你们几个啊，还能干点啥？还得我亲自来。说了不让穿皮鞋进来，地板踩坏了怎么办？太不像话！念不错。哎，那人是不是有病啊？你看你们几个那个熊样，跟褪了毛的猪似的，想干嘛呀？大哥，你看您都亲自出马了，都没有摆平那孩子，要我看还是算球了。算球。算球，这口气不出，我怎么当你们老大呀？此仇不报，非君子。咱是贼，理论上咱是君子的克星。看来我得使杀。